我听不出来。后来我也听了半天，有一句话听不出来。我说没关系，不要管他，听得出来你就用他的，听不出来你自己编嘛。嗯，长为什么？因为等于他一定是谁呀、啊、呵啊，那个啊那个字，他就是押韵点的嘛。谁呀、啊、呵啊、雷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划过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你不用怕了。所以说你如果今天你到人家家里面喝喜酒，对不对？看或者是一进门的话，哇，喝啊，呀啊，什么东西，它也是一种喝彩。所以，然后呢，东西边的哈，然后你的干妹啊，本来我就说不要做这么复杂，因为你们大概还要去表演等等的，我是觉得简单一点就好了啦。然后呢，你去这一家里面，你要千万注意，你要注意到他这一家到底是有什么宗教信仰。对不对？你如果说他是信天主教或者信基督教的，我们在用这种方式好不好？基督教就是相对的在吵。对了，因为他家曾经有发生过事情。对，儿子。对，你如果说这户口了，总觉得人家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了，你干嘛说这个？我户口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说，哎，一过新年后啊，新年平论平安啊，事业平安啊，真的都万一过了，事业平安嘛，事业。因为本来说你那个性别，可是我们说话没有说性别，一定说性别。他结婚的时候有。那古代社会当中，男女哈，哎，你们大概都，你们大概都是比较年轻辈的，像我这种年纪哈，经常看到结婚的第三天要回娘家的，我先生我这边，老婆走这边，过年没有谈恋爱，因为过年没有谈恋爱。不能够谈恋爱，而且结婚的时候，那个新娘是戴着红头巾的，然后呢，她也看不见前面的，然后她也知道，以前从小订婚也知道这家是我未来的婆婆家，可是她没说请她下轿，年龄嘛，年龄不一定哦，如果能够年龄怎么办？能够年龄就长得可爱就行了，当然能够配合的什么生肖啦，那最好了，最好。然后呢，强阿舅，那进去要多少盏灯啊？三百，三百，可能是你们那个人，可能听他三百那个可能不知道发了。他们一听到刘美珍上次我带他到福州去表演的时候，他说磊华哦，他们一听以后就觉得非常新鲜了。他们那边最多的就是谁呀呼啊，谁呀呼啊？你看那个赖炳芳，他们那个谁呀降雷呼啊，呼啊呼啊降雷呼啊。那谁怎么办？谁呀降雷谁？那不好听，对不对？吼啊吼啊降雷吼！谁呀老弟得，的确就是如此啦，对不对？盖房子对联，你把那个抄一两折下来就很好用的了。然后把它找一个人会念马祖话的，把它标成马祖音，那个对联就很好用了。啊，我这边等一下会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做参考。哎，你们刚刚有听到哈？命脉稳当当，盖瓦的平安，这个很好用了。命脉大概你们那个碑那个好不会背，自卑的卑加上一个叶然叶的叶，大家念。采纳丁亚爷，因为它是有点带金黄色的吧？丁亚爷，命内秋的国王，一共信天后，大威造化千千王。千万万也可以吧。好，采蓝金艳的那个艳丽艳丽的艳，然后面前明内首领秋的国王，国王提手边一个习惯那个冠，很冠名的冠国王。如果说这家送喜，你礼拜天去送喜，他们是阿公阿妈，采蓝金艳丽，慢点，我念一遍，你念一遍啊，采蓝金艳丽。明年秋的歌，明年秋的歌，一共一部新体好啊，一共一部新体好啊，教会一座千万万，教会一座千万万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念啊，一共一部新体好啊，教会一座千万万。好，这是一段嘛，然后再来。后面还有一个话，什么什么阿公阿婆自己去，一封一封信天后，一封一封信天后，农啊立即走啊，
啊，立即走啊你。来，再念一遍，金啊火立即，金啊火立即，水滴甩够机，水滴甩够机，一步一步心态好，一步一步心态好，两啊立即走啊你。啊，立即走啊你。像这个送起送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好像用的空间比较大。嗯，好，金啊火立即啊，谁呀？顺利选购机呀，好啊！一个一个新天好啊，来呀！啊，立即走啊你！华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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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华